果。朋友是一生最大的资产，在漫漫的人生旅途中，朋友的陪伴使我们不会感到孤独寂寞。朋友是重要的，在生命意义或是生命的价值上，该如何管理这份重要的资产，让我们的人生有加分的效果呢？朋友有的是啊，让我们感觉到有一个伴侣，有伴侣。许多的人，那觉得无聊的时候啊，那就找朋友聊聊天去。可能在家里的人，甚至于自己的配偶啊，聊天还没有这么痛快啊。找朋友聊天呢、啊，天南地北啊，你讲你的，他讲他的，彼此互相的倾听的，那这个就是啊，让自己感觉到过得比较快乐一些啊。所以朋友啊是非常重要，有的时候啊，朋友跟老师之间呢是差不多的，老师是有名分的，就是老师，朋友呢没有名分的老师就叫朋友，也就是我们所以叫的朋友叫做益友啊，益友就是好的有利益的朋友，有利益的朋友往往会比啊自己的家人啊感觉上啊更重要，原因就是朋友与朋友之间呢他是没有一定的义务和权利的，但是呢也可以啊彼此之间有很多的互助的地方啊，主要的朋友啊倒不是在金钱上的，在物质上的，在这些朋友大致上啊，好的朋友啊是在于啊彼此之间的，所以是知心，你知道我，我知道你啊，那知音，那叫知心知音，那这些就是彼此互相的能够了解，那这样子的时候啊，就是在彼此之间一见到面呢、啊、总觉得这一生呢没有白过啊，有这么好的朋友。一眼望去，芸芸众生中知心有几人，良师益友难寻，又该往何处寻觅？唯有心存善念与人交往，让自己也成为别人的益友，你才知晓一个好的朋友该有怎样的标准，而能够远离恶友，亲近益友，彼此互益互利。那朋友有的时候啊是不好的，在佛经里面叫做恶知识，那佛教叫朋友的有个名词叫做知识，好的朋友叫做善知识，不好的朋友是恶友损友，那叫做恶知识。那通常的人呢是酒肉朋友啊，那就是恶知识，彼此之间呢就是狐群啊狗党啊，那就是恶知识。如果是个好的朋友嘛，就是良师益友，往往啊良师就是啊最好的朋友。我的师父常常跟我讲，他说师徒之间呢、啊、三分师徒七分道友，
道有的时候就是修道的朋友，那彼此之间就是朋友。这真好，真好的老师是跟学生做朋友的，是把学生当成自己的朋友看，而不把学生呢是当成呢自己的呀，就是下一辈的人看了，那自己的老师呢，就是一个好的老师，往往就是最好的朋友，是这样子啊。那在孔夫子说啊，这个朋友有三种，要交朋友要是三种，或者是有三个原则：直、量、多闻。直啊是什么意思？直是诚实的意思，是啊，耿直。量呢，很呐、啊，不谅解的，那个包容的，包容。多闻是什么？多闻就是啊，他的知识很丰富，他的技能、知识比我好，我可以向他学到什么东西。通常的人都是希望跟人学一样东西，那学东西的时候，那他不是老师，那这个呢是朋友。现实生活中，说真心话是很不容易的事情，忠言逆耳，能听进逆言的人不多，能在身边说逆言劝导耳提面命的朋友更不多，但这样的朋友才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，因为有他们，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进步。在我这一生之中，我的朋友很多，但是我都是来给我帮助我的人。比如说就是直，直就是诚恳的、耿直的，是忠心耿耿的朋友，就是讲真心话的朋友。真心话的朋友又叫做什么呢？叫真友。那就是说他是直言之说，肺腑之言，讲得让你心痛，讲得让你脸红，讲得让你觉得这个非常不太自在，但是呢针针见血，这是真正的是针砭到你的病症所在。这样子的话呢，这样子的朋友很好啊，我有过这样的朋友啊。量啊，彼此互相的体谅的，虽然是他耿直，讲话很啊直，直接好像就会刺伤你一样的，但是呢你有了错误啊，他会包容你的。你做了坏事，他虽然给你说的很重的话，但是他会谅解你，那希望你能够改善呢、啊。那这样子的一个就是量啊，就是原谅的量，宽容的意思啊。这又直又量又多闻，这个儒家的这个讲法到现在为止还是有用。有人说自己喜欢独来独往，不喜欢与人交往，但人真的可以不要朋友吗？一个喜欢享受孤独的人，漫漫人生的点点滴滴，只有他自己明白各种滋味，但是在孤身度过人生风雨的背影下，真的没有遗憾了吗？人呢，假如说没有朋友的话，这很可怜的哈。啊，不要说是人呐、狗也需要朋友，这个鸟啊也需要朋友，猫啊也需要朋友。人有时候年纪大了，或者是呢，这个人的朋友很少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
养宠物，养狗啊，养猫啊，或者是养其他的东西啊，就把那些宠物当成自己的朋友。有的人说他自己的家人呢、啊、还不如他的宠物，他的宠物啊不对他好，忠心对他百依百顺，对他呢是很非常的怀念他、这个人有时候有利害关系，这个宠物啊只要有食物吃，只要能够你照顾他，他就觉得很好，他就觉得对你非常好。有一段时间你不见了，他见到了以后啊，重逢他好高兴。这个人假如说有利害关系，这朋友就可能呢、反目、那这个宠物不会反目，所以说呢 好的宠物不会。因此有的人呢就宁可以跟动物做朋友，而不跟人做朋友啊，那这个当然是不好的，当然不好。人我们还是希望啊跟人做朋友。孤独不是坏事，有人因为被朋友伤害而不肯相信朋友，不愿与人交心。其实只要掌握交友的原则，交对了朋友，真的比孤独的人生还有趣味。交朋友呢，除了又直又亮又多文之外呢，我们希望啊有三点要注意到。第一道，跟朋友互动的时候，交朋友的时候，不管新朋友老朋友，我们必须想到我要保护我自己，保护我自己的安全，保护我自己。如果不能保护我自己，忘掉了保护自己，那可能会麻烦。第二，要保护对方，也就是我们跟他交朋友的时候，千千万万不要想到从他身上得到不应该得到的利益，不应该得到的非分啊职务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这个是啊就是保护对方，不要让他受损失。我们跟他做朋友，能不能给他有一点帮助，给他有一点好处？我如果不能给他的好处，最少我们不能够啊从希望得到啊非分之物，也就是不应该得到的，不管是有形的无形的都不应该有这种念头啊。不应该得到的就是名分，彼此之间呢要很清楚，不能够随便呢就占人家的便宜。这个那就是一个保护自己，一个是保护啊对方。第三个要保护啊我的家，保护他的家，保护我的家人。我跟他交朋友，我的家人不要受到损害，我也要保护他的家人不要受到损害。否则的话，那这个可能有麻烦。这个是啊第三。第四个呢，不要让社会受到伤害。我跟他做朋友啊，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。假如说没有鬼了，这个超越了范围界限名分，那就可能为社会造成了损失，那社会就要付出代价了。所以这一些呢要把这个四个原则掌握住啊，交朋友的时候啊无往而不利。古谚有云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小人之交甜如蜜，形容朋友之间的交往再合适不过了。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时候，常常因为相处的时间增加，关系愈加亲密，而忽略了彼此之间应有的尊重。
忘记了必须维持适度的距离所带来的安全感。因此，相交数十年的老友一言不合，便反目成仇的社会事件时有所闻。那么，在人际越来越复杂的现代社会里，与人相知相交、亦亲亦疏之间，到底该如何拿捏交情的关系与分寸呢？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意思，就是彼此不要对方要求太多，不要想到从对方得到啊回馈，或者是呢得到啊不应该得到的财啊、物啊、名啊、利啊。交朋友就是啊为了彼此之间的互动，彼此之间的互相的帮助，而我们帮助人的时候不要想到要到得到回馈，回馈甚至于说要这个连本带利，希望这个多一点回馈。那如果有这种念头，那就是小人了。好，不是君子了啊，小人只看到了现前的利益，现在的利益。如果是啊，这个做了朋友以后啊，整天腻在一起，就是喝酒啊、赌博啊，这个去玩女人啊，去做种种的不适当的事，而且彼此之间呢，就勾结起来呀、啊，去怎么样子做人家的坏事、做坏事啊？那彼此之间就好像，我可以为你死啊，你可以为我死啊，我死了以后你也不要活啊，那这样子的这个朋友啊，为什么？哎，就是义气嘛，就是义气。一起的时候你死我也死，我死你也得死，那两个人就连在一起，不能分开的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这是小人啊，我们必须是你是你我是我，这淡如水，你是你我是我，你的钱是你的钱，我的钱是我的钱，不要钱呢、啊、不分家，还是要分开。你有钱或者是我没有钱，或者是你没有钱我有钱，我们做朋友的时候不能够啊老是想到我占你的便宜，或者说我想我可能呢、啊、我跟你做朋友我只是老是付出的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这个朋友啊叫不长的，这是一种利害的关系在里头啊。孔子有言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交往了对自己有益的朋友，不仅可以增加知识，增广见闻，对自己的人格成长也会有帮助。但若一个不察，遇到了不好的朋友，受到财色的诱惑，一失足而无法自拔，往往会替自己、家人和社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。交朋友的原则要保护自己，保护他人，保护家庭，保护两边的家庭，还有保护我们整个社会。如果我们交朋友的时候啊，我们通常都是怎么说了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交朋友，有的朋友啊短期间是非常好的，他表现出非常忠诚，非常的坦白，这个非常的热心，非常的容易相处，结果呢你就把所有的防线呢、啊、
就是把保护自己的防线呢，一道一道一道全部拆掉，然后呢，他就攻入你的弱点，就进攻到你的弱点。你的弱点就是没有防线，你已经把它当成推心置腹是好朋友，就有问题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交朋友的时候，一定防线的哈。我们不是说把人家当成小人看，而是说人的这个人性呢就这样子，人性随时都可能变，今天没有变，可能遇到了这个大的刺激、大的诱惑就会变，诱惑财产的诱惑、名的诱惑、利益的诱惑、这个地位的诱惑，还有男女色的诱惑、情的诱惑啊，遇到这种大的诱惑的时候，人不容易掌握得住。那我们必须要有防线。这个防线呢，对我们佛教徒来讲叫什么呢？戒，要持戒。持戒的时候就不会超越我们应该遵守的防线的这个界限，超过界限那又危险。所以信仰宗教有用呢，宗教就是教我们哪一些是不能做的，哪一些是不可以做的啊。如果不能做的事情就做了，那就是超过防线了，没有防线就危险了，就是意外。什么叫做意外？意外往往啊都是啊自己忘掉了自己的防线是什么，自己啊保护自己的这种啊措施没有，保护自己的这种啊这个意识没有，因此呢会造成啊这个很大的这个困扰，或者是呢生命的危险都可能发生。师父的话是睿智的提醒，照顾到朋友彼此，也照顾到家人的安宁与社会的安稳，很适用于现代社会中的交友关系。以真心诚意为出发点，带着一起成长的态度交友，朋友之间的关系不止亲密，还多了一份相知相惜的美好。